由于新郎的母亲今天早上因为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，所以没有办法参加今天的盛会，觉得非常可惜，因此请各位送给新郎新娘更多的祝福。以后想到会觉得这是回忆吗？新郎新娘在新婚去探病，长得像吃软饭的小白脸。你说什么？我哥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您是他的家属吗？对。那您可以来急诊室吗？他已经死亡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全新2小时白夜童话，东森戏剧台。